首先要准备六条线，两条紫色的线和四条绿色的线，然后我们来量一下排线的位置，用三根手指量一下起线的位置，大概在这个位置起线，用钩针穿过去，先排绿色的线。然后线的两头对齐，把它拉出来。再放一条紫色的线。对齐，把线拉出来。然后再放绿色的线，对齐，把线拉出来。这里要注意，要放两条绿色的线排在一起，就是重叠在一起。同样是两头对齐，把线拉出来，然后再放紫色的线，这是和这边一样的，左右两边是对称的，把线对齐拉出来。最后一条线的话，放绿色的线，对齐，拉出来。这样我们就把线给排好了。排好线以后，把鞋子翻转过来。然后找个地方把鞋子固定住。